我那时候上去打的时候，我是比较年纪比较小，所以说教练对我来说都算现是差不多现在这个感觉啦。只是那时候我就不太敢问啊，因为比较可能比较害羞，不太敢问。但是现在的话，年纪差不多，我就觉得我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跟教练讲，也比较敢跟教练开玩笑啊。因为以前那年纪差了十几岁、二十岁的时候，开玩笑就说会不会太白目？那现在开玩笑就是虽然也白目，但是教练会就说他可以接受这样子，对啊。